们好，大家久等了。今天是时间点男团 Plus， 然后有七雄大哥来客串。我们先请文给七雄大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您什么时候到的美国？然后今天去这个法庭感受是什么样？跟郭先生的这个眼神的这个交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的，谢谢小福香，谢谢在场。我是这个昨天下午到的纽约，然后 check in 以后，就今天一早就起来，就是到那个庭审局排队。嗯。然后呢，其实挺幸运的。然后早上的时候进到法庭里面去，我其实第一眼看到七哥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应过来。他在，因为他先进去的嘛，先进去完后跟大家那个打招呼，他就是站在那儿，就是脸冲着我们这个门口这边。对。我是住在他的右下角的这个。后排，倒数第二排大概是，然后，大家都挺配合的，然后都是打完招呼，大家都是，对，这样把头低下来，然后能够看到后面的战友。其实我刚开始没反应过来，我以为是七哥一个律师，但是我感觉就是见到七哥呢，他和我们屏幕上见的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说我感觉我没认出来，我懵的当时是，对，但是后来。就是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他们赛的霸之后赛的霸的时候，可能七哥又站起来又和大家又打招呼了。对，但我印象中那我反应过来了，原来这就是七哥，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七哥先生。对对对。然后我的记忆中他应该超过三次和我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我感觉是也挺激动，但是我也做了手势。后来下午的时候，因为我期间出去一下，公司有事儿，然后因为周二嘛，我就回去酒店处理一些邮件。之后下午的时候进来的时候，我又坐在后排，但是七哥也是跟我有一个交流，就是这个交流挺多的。我感觉七哥精神状态各方面，像大家看到的非常好，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一个远道而来，七哥跟你交流多一点，今天。谢谢七雄大哥，没把文科大哥一起带过来。哦，这文科。我不太了解，他可能是比较忙吧，或者是因为上次大概三年以前是我们是一起过来的，那时还疫情，对，然后那我不太了解，反正我是自己过来嘛，我明白。所以七雄大哥也很辛苦，昨天到，然后今天又很早的这个排队。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先直接开门见山来跟大家分享法庭上发生的一些今天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要不请 Nick 来开场，因为今天上午其实还是检方最后有一个收尾嘛，然后包括也像他们原来说的那样，说证人做完了要放一些视频，然后这个郭先生的证人就终于的这个闪亮登场了。对对对，我从来不记时间哈，但今天上午11:15，这个霍顿说 United States rest， 就是美国政府这边检方我们已经做完了，然后在这之前呢就放了一段，就是他们最后的结束语，相当于就是一段视频，那个视频里面就是原来在我刚才也讲了，就在那个推特上面大家可能都见过的，就是伟磊原来也剪辑过，就是七哥讲这个，哎，我任何人投机系列我100%负责，就那个在不同场合下不同的大直播不同天大直播里面他把它剪辑到一起，他检方以这个作为他最后的结束语啊，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既然如此，我觉得七哥到时候一定会拿出东西来告诉你他凭啥说这句话。七哥一定是先做再说，他不可能空口 无凭的去说这样的话。他虽然他是这个 fire 了破产，对吧，但是他这个他负责并不一定是说他来掏钱，有可能是有别的人，对吧，这个我相信到时候我们可以去验证，到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一定是吗？七哥本身就负、啊、那个破产负债300多个million。他只需其实做这件事情并不难。对。我就自己就能想，就是从物理角度啊，就是马斯克说的第一物理这个原则，只要是物理上能实现的，他就能实现。对。七哥怎么能实现呢？就任何人都可以做，你只要跟你的投资者以你的信誉以你的江湖地位有一个协议即可，只要有一份协议即可。这个一会儿我们到最后分享，因为今天最后谈到我们的洗币，我们的 HDO 谈到了一个 run 这个单词，那最后落脚点是什么，就是 confidence， 在什么情况下你才会 run， 不管是股市还是你的汇市还是我们的 HDO 或者任何的虚拟币，最后如果要出现 run 的话，就是大家失去了 confidence，
对 ，OK， 对，那我们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相信这个人，你相信我们从事的事情，如果你有这个 confidence， 那就不会有 run 的这种情况，你所有在做的事情都会持续下去，而且会越做越好。嗯、对。然后今天就是今天最就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们结束了。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几天，检方一直在发动议嘛，嗯、要求你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就大家都还盯着看什么结果嘛。对。然后我觉得法官从今年的2月21号的243号文件，我们一直讲的243号精神，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5个月了。法官没有变，没有变，一直还是维持的23号精神。所以说，几个，第一个是 GDV 的那个，不，第一个就是 Witness Number One， 就是非受害证人是法官是允许作证的。第二个 GTV 的非受害者被 CCP 迫害 file 这个就是提交这个假起诉、假的抱怨的，这么一个投诉的这么一个证人，也被允许作证。但是当然给你一些限制，比如说，哎，你上来作证。你不能说检方的那些证人全是共产党、CCP、啊、嗯，这个不能讲。证词的范围的限制，对，没错。但是你可以讲你的亲身经历，这就够了呀。没错。我就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被共产党要挟、胁迫，对吧？对，我来做伪证，我要求那个这个指控七个，这是可以说的啊。对。然后黑根巴森可以来作证，啊、哎，黑根巴森是主的重要角色。然后还有一个啥，我要看一下啊，我的小本本。这个是在今天开始之前法官给到的指示，对，就是9点钟之后，9点钟先坐下来，对，有什么东西要 raise 一下，9点半陪审团进来嘛，进来之前就把这个该就是扫尾工叫 housekeeping 把它、嗯、对 housekeeping 把它做完，对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洗交所的出金叫 redemption，、嗯、就是原来不是有一个专家证人叫 Bishop 他要作证这个嘛、嗯然后检方不同意嘛，法官是允许了、嗯、可以作证、嗯、对，所以四个全部等于是把检方的驳回、嗯、就是同意我们、嗯、当然他说的是法律语言是 partially 就是部分、嗯、partially granted， 对对， granted, 部分同意部分拒绝，但实际上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嗯、实际上就是这四个证人他都可以来作证，只不过是证词的范围和证词的这个方式可能要需要得到法官的一定的这个指示跟这个允许，没错。但是就像刚刚 Nick 说的，对吧，那等于是我们未来会在庭上知道会有这个曾经的被共产党要挟要去虚假报案的这样的一个证人，他会出场来讲他的亲身经历，包括大家熟知的 Higginbotham 也要到庭，然后这个有关于洗交所的这个赎回的这个问题，以及 GTV 投资的非受害者也可以亲自的上场去讲述他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经历。所以那这个文革大哥，那早上因为您第一次进这个法庭嘛，然后您作为原来是就是可能看节目，然后包括可能看一些法庭文件，听一些这个证人的这个录音啊视频等等，您今天第一次上来然后这个开场的时候双方在讲这个问题，您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什么？我直观感受就是过去一直都是庭审快报是吧、嗯、你然后看完庭审快报呢再看我们这个暂停记啊，然后今天进到庭里面感觉就是我从来没进过美国的法庭，在西班牙有进过法庭，做过一次证，但是还是完全不同的。对，感觉首先从这个美国的法庭上，就是它的设施设备就是特别的大气啊，比我们那边要强很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程序是非常清楚，也非常这个，因为他是这个程序，我记得我的印象中他是先要是法官先陈述今天的一些主旨内容，然后是这个采访完之后才是陪审团进来。嗯，我觉得这个程序上对我来说我是没有见过，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有秩序，非常有秩序，这个里边也是条件特别不错，包括空调开了，我穿西装都觉得有点冷。不是你一个人，川普也是同感。啊，对对对，是，这个，我和川普那个观点一样的，就这次的感受啊。对对对，不过，因为有时差嘛，当然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小挑战。嗯、毕竟虽然是马德里，这个和纽约有6个小时时差，虽然我睡得晚，但是还是早上还是有点困啊，就是。所以说中途出去了下，喝了几杯咖啡，返回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了。
么的，要处理一些公司的事务，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嗯，交给消费者。谢谢青大哥，青大哥有点紧张，有点害羞。那我们请Nick 跟青藤大哥继续往下讲，因为这个早上法官把这个事情都理清楚之后，那其实还是先是检方的证人先上来嘛，还是这个 FBI 的这个证人，那这个证人上来，检方是想需要用它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嗯，你来吧。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啥效果，一个是我觉得他就拖了很长的时间，还有又把以前过去的那些事情又拿出来说一遍。他这个 FBI 的人又说了一些所谓的当时的就是拿出来的手机里头的一些文字的信息啊，包括一些照片啊拿出来，包括还有一辆那个兰博基尼的那辆车，对吧？他说拿出来，但是那个照片呢是艳萍手机里头的，但是他拿到七哥这个案子来受。我们当时 C 的去回那个 Cross 的时候就问他，这个照片并不是 Miles 手机里头的，嗯，就是在艳萍的这个手机里头，嗯，对啊，其实我的总体感觉，细节我不说，因为我这人脑子不好，记不住细节，不像小飞象。但是呢，就说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对方是就是在拉时间。我们在过去从上周一直知道后头的这几个证人都是在拉时间。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所有以前的那些东西反反复复的来回就提，今天还提到了还是服装布尼奥尼的服装，嗯，拉了一个清单啊，七十几万啊，然后几十件给你列出来一个单子一个 spreadsheet， 然后总价是71万多，71万9我记得，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就是又提到了妈妈这房子的分局啊，这个什么装修啊，其实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件事情，调过来调过去，换了不同的人，换了不同的嘴替啊，这让我们 super 今天的话说就是嘴替，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对方其实已经在证据上来说没有任何的新的东西，只是说反反复复的去加强这个记忆，给陪审团一个记忆啊，你忘了，你前两天忘了，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再给你放个照片，不同的角度的。然后今天还放了照片，就是七哥在采访接受那个卡尔贝斯采访的时候，在机库里的照片也是一样，很明显的就是为了你穿得很好，然后在飞机库里头照的，然后呢旁边还故意把班农放上去，虽然是班农是一个背影。那所以在我的角度来看，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是拖时间，再一个就是给陪审团再加深印象，那些所有的那些事情啊，猫啊车，然后班农，然后你是富人，有很贵的衣服，就这些东西，从证据本身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突破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 weak 的。真正的亮点就是刚才Nick提到的那个放的那些视频，七哥可以做这么多的直播视频保留下来，就不怕你剪辑，他虽然把它都剪辑到一块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后就会证明七哥说这个话就会以他的行动，以他的实际的安排来证明这些，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今天观察到的。嗯，我觉得今天这个 FBI 证人出来，像刚才青藤讲的一样，还是原来那些东西。我觉得我今天突然有个感觉，实际上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数量来弥补他的质量。对，大家知道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每次庭审出来，我们都给大家分享当天的情况，对，所有人站着都看得到，而且不止一个渠道，嗯，有这个这个暂停剂，有这个速递，有其他到现场的战友做的这个直播，对吧，嗯，或者是推文的分享，盖文的分享，对，大家都不会说一起商量一下我今天怎么做怎么发，嗯，但是大家你可以看到都是一致的，嗯，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利于我们。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就是检方的证人包括他们的证据实际上他是质量很低，对，因为每一次都被我们搏得打得体无完肤，没错，所以他必须通过引用新的证人来再次弥补他可能上一次犯的错误，然后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可能比一次做得更好。我觉得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本身就是找不到证据，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第二个就是说他甚至就是说他也没有真正在这个上面这个就是工作没做好，我觉得。那么今天依然如此，今天 FBI 上来之后呢，这个把之前的这个手机啊，包括某一个设备啊，说成是这个展示出来有一个七哥的账号登录啊，但是 C 的一上来说，你看你这个手机是最后一次登录是多，是2023年11月份是吧？五月份、嗯，你知道 Miles 郭是三月份就被抓住了吗？对啊，五月份还有人的，他有一个 hotspot 那个热点功能，对，然后那个检方就像你说的特别好，还是那句话，印象，对吧，嗯嗯，印象事实和真相说的太好了，那个小飞象，嗯，他展示的时候展示七哥的账号，嗯，但是 C 的一上来，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五行第九行，
各种各样的账号都来了，嗯，所以说这个设备不是七哥在用的，嗯，啊，不是七哥的设备，没错。完了，你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跟七哥有关，你是说不过去的，啊，嗯，这是一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工作的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 sharing 的一个 hotspot， 你知道吗，嗯？然后对比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 Max 的这个手机或者是他的一个设备就不一样，嗯，因为他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登录他使用的，嗯，那你对比起来你就知道这个确实 Max 全是 Max， 那你可能是 Max 的设备的，那边七哥登录过，那你只能说明他登录过而已，仅此而已，那其他还那么多人登录过呢，对吧，嗯，所以一直都是这种方式。所以说到他最后一个证人35号证人 FBI 的时候，他也没把他的工作做好，那说明什么问题，还是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东西。但是呢确实说到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说，嗯，就是关于这个 Mawa 的这个房子的事情，这个房子咱为证不破，对对对，就是它里面找出来一段几段录像，几段录像，几段录像的时候，就是在说这个平面图，然后对着平面图，七哥在这个自己拍摄应该是或者别人拍摄，但七哥在说，嗯，然后在画，就是说就是指导一下怎么样装修，就是怎么样装修法。嗯，我现在一下子不太记得我们当时 Mawa 是哪一年年底买的，是2021年还是2022年年底？2021年年底。2021年在装修。啊，那就好说了，因为实际上那个视频啊，就七哥在说话，但是那里面提到了几个就是检方要专门秀出来的一些关键的东西，这个就是说他说这个郭美的房间。郭美的房间，郭强的房间，郭泰的房间，怎么改怎么改，这是七哥说到了，嗯，但是至于具体这个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嗯，我们没有得到答案，今天，嗯，今天来我当时特地看了一下日期，嗯，那个日期实际上是在2021年的12月30号之前，嗯，对，所以我觉得还有别的可能性，你知道吗，因为最终这个房子应该是2021年的年底完，对，成交完，嗯，完了之后，那在这之前的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最终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定论的东西，嗯，对吧，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嗯，但是最后还看就是在法庭上是不是能得到，解答，嗯，对，嗯，那所以其实刚刚听下来就是今天在法庭上它有呈现一些可能在电子设备上面他们捕捉到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这种信息或者是这种片段，然后通过这个 FBI 的这个特工的这个嘴巴然后把这些证据展示出来。那当我们的大律师在做这个交叉质询的时候，重点的几个反驳的这个几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设备跟七哥没有关系，嗯，啊，然后那个就是关于一张照片，齐哥说了，嗯，你这个设备是王艳平的对吗，嗯，那王艳平你知道王艳平是在 G Club 也负责具体的事务吗，嗯，你知道他要为这个 G Club 为会员去购买资产吗，啊，就这些福利嘛，嗯，等等，嗯嗯，啊，所以其他的很多他的其实他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照片展出来就像他说的在拖时间，就是，对，他确实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包括在机场跟海凯尔巴斯的这个做采访能说明啥问题，还有那个布里奥尼上面没有任何，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反复过过很多次了，上来就问你这个布里奥尼这70几万这个有时间吗，有日期吗，哪年买的你知道吗，对吧，啥都说明不了，包括他受了两张照片，七哥在试衣服，跟一个布里奥尼在试衣服，在一个地方试衣服，不知道在哪，都不知道在哪里，后来你等于我们 cross 的时候，你知道这张照片在哪照的吗，什么时候照的，干什么照的，是不是在布里奥尼还是在别的地方，他都不知道，所以就说他拿这个照片出来完全在我看来就是在就浪费时间，然后再是为了再一次展示给陪审团，你看他是个富人，你看他穿衣服都有人专门跟他量身定做在那试，还有一个就是他拿出来那个所谓的很长的一个单子，还有几十件衣服底下因为有注释，然后总价是71万，还专门让人把那个数字读了，刚开始还读错了，读了7 million 啊，那个700 million 啊，700 million 这英语不好啊，我是美国人还不如我英语好，所以就是其实整个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包括他受那个机场的那个机库里头的采访，我们当时上来后来就问了，你知不知道这个采访全部都发生在所有 G Club 的 launch 之前 GTV 之前，在我们的喜马拉雅 Exchange 之前三年之前，对，所以都是两年之前三年之前的，你把它拿出来是想干嘛，所以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把他们打的就是你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完全就是拿这些不是证据的证据在这里来，而且这里有一个前提是这个不是前提，就是先说这个结果，就是他们质询，他们检方的询问超过了一个小时，而 C 的上来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搞定啊。那么这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说检方曾经这个承诺过，
上周二就要 rest， 对，就要 rest， 对的。结果他们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就拖到今天。现在一周了，对，不管他们打什么盘算哈，但是我们要说明一点，法律保护这个被告人，他有权利做充分的辩护。嗯，如果不充分辩护的话，他是不可以结束的。对，而且刚才你说到这个讲信用不讲信用，其实我觉得讲信用的人他是要有历史的。他讲信用的人永远就跟我们七个人，我说到做到，我们过去七年的印证都会去拿信用去印证。那政府说话，其实说白了，就庭审这几周下来，他说的很多话。你是美国人，你知道美国政府这么多年，你是可以说的。啊，我现在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美国政府这么不靠谱。你美国人可以说花$200 million请的公司做的这个数据都这个错误百出啊，这个Nick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是看的 transcript， 整个的这个花了$200 million，我们的证人今天一会儿马上会讲到。我们请来的专家证人才花几万块钱，6万7万，也就这样钱。政府请的所谓的那个证人整理了一堆的数据，花了200万，我天，结果完全没解清楚。对，没有解清楚，不但没有解清楚，而且还在里头有一堆的错误，还在 manipulate，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真的也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钱。是啊，我很心疼啊，纳税人的钱，非常心疼，非常心疼。我看到那里之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去接政府工作呢？以后的方向啊。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文革大哥，因为到庭就真的看到检方在展示这些证据，或者是在这样讲的时候，跟你在这个看节目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嘛。就像咱们现在做节目，战友们看的战友是不知道说啊，庭上都放了什么样的证据，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给这个陪审团看的。您今天早上看检方这一段的时候，您有什么特别的对这个政府施与郭先生的这样的法律的压力，您有什么感受吗？确实有一些切身感受。你会，如果你要是没有在庭上的话，你不会感受到，就是他这种压力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因为当时尼克也说了嘛，他有放七个的录音。七个录音就是指这个房间，这个房间是郭派的，然后是郭强后面的房间怎么样，怎么装修，怎么样改，怎么样标出来的收报。但是你这个，你要像你说的，像那个庆腾说的，你要看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这种装修，那七哥本身是搞房地产搞过，是吧？他一个商业非常成功的搞过房地产，北京奥运会这个所有的这个建筑，包括这个盘古，都是他设计的，亲自操刀的。他当然知道他对自己的家人又好了，对吧？但是在法庭上，由这个检方提出来，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你可能觉得这个是会，一般人会想到，这是不是七哥拿这个钱去给自己的家人啊、太太啊、孩子去搞这个，花这个钱去。但实际上我们事实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七哥就不是现在，这也不是要什么时间发生的有关系。对，因为他是在2017以前，他暴力革命开始之前，他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对，他已经是过的这种生活了。但是他检方拿到庭上来讲这件事呢，可能对一些战友可能是没有见过太多这个富人生活的这种人，可能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压力。我当时有感受到这一点，确实是这样。文革说到这儿，其实我突然有个想法，因为我知道，就是七哥也有以前在直播里有提过，郭强很独立，也很有自己的这个生意啊，有自己的圈子。我觉得，尤其现在在灭共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知道在美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七哥有70多个案子。那我并不觉得七哥当时录那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真正有这种想法需要让郭强来住这个房子。我现在想，会不会有一种其他的可能性，七哥录这个视频有没有其他的意思会放出去，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我们没有解答，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 common sense， 如果在我处于那个位置，我肯定不会让他来美国来冒风险，对吧？他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大人了，已经是30多岁了。 对而且那他不可能说是就让他就到美国来，他又住到我身边，对吧？郭强跟我一样大，比我小一点点啊，都很年轻，暴露年龄了。然后但是郭强实际上是没在美国住过的，没有，这个是这是已经说明过的。对的，而且他自己，我上次节目我都说了嘛，他自己说 UK is true home， 对于他来讲，英国才是他的家。对的，所以这个里头，我觉得那几个视频的真实的背后的故事，我觉得
可能要等以后再去有待考证，没错，对的，对。对，今天其实很明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其实这边一直还搂着呢，还有东西就没拿出来，包括后面谈到的洗币的一些东西。对，对，下午就谈这个。下午，对。那今天其实看按照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检方弄完都快中午午休的这个时间了，差十分吧，差十分我记得。11:15结束的，然后实际上法官就差不多了，就让我们结束了，就让我们去吃饭了，对对对，就让我们休息了。提前，所以今天吃饭吃的比较慢，比较有吗？今天吃的比较慢啊，我没有吃的慢，我吃快，马上就跑上去，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的战友是非常的内卷，你吃饭晚上去几分钟，你都已经进不去了，所以必须得早早就哦，对，你说到这个哈，对对对，说到这个就一定要讲，嗯，很多很多战友，但是呢。在庭上的表现非常非常值得令人尊敬。对，第二个在餐厅，在餐厅大家非常有规矩，守规矩的排队。嗯，然后这个可能一直之前没人讲哈，在餐厅是有专门开出一条通道给咱战友的，就那条通道就是我们的人上去人家记一下就走，最后一并结账，然后那个这边就是其他人啊，其他人就咱们基本上是包了整个餐厅的，半包吧，半包，嗯，所以秩序也非常好，然后大家也都理解，有的人走过来了，我们再跟他讲一下，哦 ，I'm sorry， 就是 sorry， 这边就是大家都是我们这些人啊，做华人，然后因为我们人多，我们的记账的方式跟你也不一样，能不能麻烦你到这边？哎，人家也理解，就过来，所以我们才能保证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战友能把饭吃完，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对的，你能把饭吃完，我们确实我们每次都是赶你有经历过一次，你去过一次，对对对 对, 对, 对，必须的，很那个啥，对，否则就没有座位坐了。对，不是，否则你就赶不上那个停，对，赶不上没座位了，对，上不去了，门都进不了了，对，进不了门了，对，十五地，对的对的，没错。对，那这个到这个下午的时候，其实就是郭先生的证人开始开场了嘛。那今天其实都是两个专家证人，一个是讲 GTV 估值的，另外一个讲洗交所的这个问题。对，那在这个专家证人上场之前，郭先生的律师有没有在做一些其他的，有因为检方这里结束嘛，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陈述，然后把这个证人给引上来，然后包括就是陪审团，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在庭上有没有任何的观察，因为其实检方花的时间非常长，差不多7周的一个时间，6周多都是检方的这个时间。当陪审团知道检方这里的举证的这个时间全部都结束的时候，陪审团这边他包括听郭先生的时候，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语言呐、身体的这个表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交给专家，因为我稍微有点近视，前面我是看不到的。对对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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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没戴镜，你近视戴眼镜啊？对啊，你学他呀，吓死。那个陪审团，我这也要说一下哈，对，就是我们有个陪审团又被 excuse 了，就是那个比较活跃的黑人小哥，四号替补，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啊，他是 alternative 就是替补陪审团的4号，然后他因为可能迟到完了离得比较远，然后9点钟的时候他还在1小时以外的地方，所以法官在遵循双方的同意之后就把他 excuse， 所以他后来就不能参加了。但实际上他其实是在整个陪审团那个席位里面是最活跃的一个，然后很多人都会扭过，很多陪审员都会扭过头来跟他去交流，然后他都会笑眯眯的跟人去讲解。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他是一个意见领袖了已经是，所以他也看得非常明白，我相信他的这种明白应该也影响了很就是里面的一部分这个陪审员，我感觉哈，这是我个人的臆想，不代表任何，不代表法官，不代表法庭，不代表本台立场啊，这都是我个人的臆想。disclaimer 全在底下打着呢。这陪审员，那么当我们的这个第一位证人就是专家证人叫 Dragon 先生，他上来的时候，上来之前出来之前是没有什么的。出来之前有一个跟检方证人第一次就是出场的是不同的地方，因为检方证人每次出场他是有 routine， 就是有一个流程，就是他有一个专门的人陪着这个专门的人，从来不在庭上参与的，就是专门的一个人，相送，可以称之为护送吧，护送他进，护送他出，护送他上厕所，护送他去干嘛，到你，这是他是专门的，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是我记得应该是 Sabrina 来带过来的哈。第二个证人是 Sabrina 带过来，第一个还真不是，是那个好像是个那个男的带过来啊，一个男的，对对对，他做的就是一个律师，他是要在庭上的律师，嗯啊，他是一个负责助手吧，嗯、助手，他就带着过来，而且带着过来呢，还没进去、嗯，还没进到那个席位，庭的席位，在我们的这个公众这块席位，然后坐在了一个律师专用。或者说是检察官家人专用的这么一个对对对一个席位，第一排平时的，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法警来了，对，哎，先生，你不能坐这儿，他以为他是一个公众，嗯、你又不是律师、嗯啊，然后那个人跟讲，应该说我是 witness，、嗯、哦哦 ，OK， 那法警就走开了、嗯，然后在这等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之后，哎，这个我们律师跟那边 clerk 交流说已经 OK 了，嗯、完了他才进去。走到那个证人的席上，对对对、啊、那么一开场就直接就开始说话了，质询了、嗯、，direct，、嗯、所以就是 Scott， 但是证明又有一个流程了，这法庭的法庭程序就是，他被确认为，因为法官要说一句，他 qualified as an expert，、嗯、他被认定为可以有资格作为专家来作证，对、嗯啊，这一下敲定他是专家了，在这之前。Scott 问了一些问题、嗯啊、就是正常的质询下问他、什么背景教育背景、嗯、工作背景怎么样对吧、啊、就是这些确认、嗯、完了他的背景你能说一下 我来大概说一下、嗯、他就是他要就是等于他刚说的要用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工作背景来证明你是这个行业专家对对对那这个 Dragon 先生他是厉害 University 毕业的他拿了 MBA 而且他还拿了个 Master of Science、嗯、是在伦敦拿的就是这他的学历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呢他又在 accountant firm 现在的这个 accountant firm 做了8年然后他在其他的这个他在这个 firm 而且他当 director 底下有大概有二十多个人这个 firm 专门就做 evaluation 的然后呢他还在其他的 bank 还有 trading company 都做过在这些地方做也都是做一些 evaluation 因为在这些地方工作上评估的而且他也是专门的有认证的评估师 OK 他也是在这个整个纽约地区的这个评估师的这个协会里头他是有这个 membership 的他有大概超过2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所以呢他才有这样的资格被认定成是一个高级评估师高级评估师的证书 对他都是 accredited 的所以他就是从他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简历和他的教育背景就可以认定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就下来才会对专家我们说我们引入他是一个专家证对最后还会问到就是 Scott 还会问到你的这个有没有根本工作工资、嗯、啊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给钱你对对对有给钱你的 hourly rate 多少钱695一个小时没错他是总共、嗯、他的 involvement 就他参与进来收了68,000没错吧、嗯、加上一些其他的 expense, 加上他报销啊这个的时间停车啊过路费啊这个 mileage 就是那个里程报销啊、嗯、他是专门做这个的所以他报的很准确他包括他报这个公里数车的耗损他都报的都是6.5多少九多少一mile啊一个 mile 他是非常非常到那个 detail 的所以就是跟他的职业习惯是非常能够 match 的对的、嗯、所以这但是呢就是从这第一个专家证人上来就开始塞霸就开始不停了、嗯、对就对方马上就开始 objection 了、嗯、就是从这一点来说就可以看到对方其实我们在庭前的所有的资料来交换的时候以前就已经他们就想把我们的这个专家证人 block、嗯、对但是经过几番争斗他们的 motion 被抵纳了我们都来了之后呢你还没开口或者刚开始第这个问题刚把他认证成专家证人刚一开口马上就 objection、嗯、所以这个里头就是直接就开始连着两三非常激烈连着就好几个这个 sidebar、嗯、所以就说如果是今天晚上大家可以读 sidebar 这里头应该有非常激烈的交锋啊，非常应该非常有意思但是总的一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就是不想让我们的证人说话嗯，对因为他害怕我们的证人会把他的基础全部打散对吧、嗯、所以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那个 sidebar 要比平时要长很多对你说到这个专家证人我们还忘记说了就是检方原来是有一个专家证人的叫 Sham 对吧但是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出来没有出来就是很简单就是其实喜交所这件事情之前有两个证人来过一个 Jesse Brown 一个、嗯、那个 BitGo 的一个 CTO 对吧对都来了其实关于喜交所这件事情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以他们专家证人再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来了也是打他自己请的证人的脸来了或者甚至有可能这个专家证人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都不可能不一定愿意来作证所以说专家证人就真的是就没来不战而屈人之兵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也是一点所以检方为什么害怕
就是恐惧，我觉得就是恐惧，就是基本就不让你说话，就是一会儿一个 objection， 一会儿一个 sidebar， 一会儿一个 sidebar， 就不让你说话，所以，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 GTV 的这个评估师，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其实特别给力了，对，他把他就讲明白一件事情，就讲明白在2020年4月到6月，就是 GTV 私募这件事情，当时的那个估值到底啊。值多少钱，对，然后以什么样的科学的模型，就是评估方式来达到这个结论，他就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了，对方怕到什么程度，我们把 GTV 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它叫做 PPM 也好，叫做我们叫做 CI 对对对，把这个拿慢慢 random 拿出来的时候，里头有几点，我们有一个 1.3 goals， 就是 GTV 的 goal 是什么，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是给中国 China 的这些用户的，然后第二点就是给 Chinese 1.4 billion 的 Chinese people 提供一个自由平台，提供他们的民主，提供他们的发声，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给这是一个 bridge， 给中国人和西方提供一个 bridge， 一个桥梁、在这里可以 有发声，不会被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sor、就连读这个的时候对方都 objection、读文件，对，都不让你读，已经在证据里面的，已经放在证据里面的文件，不让读，对，因为其实很简单，我们 GTV 的估值也好，我们的 GTV 整个的它的 future potential 也好，完全是跟这个里头在里头相关的，它是非常 relevance， 但是对方是以这个objection， 后来讨论了很长时间，后来就说不让读这个细节，包括里头的一些，对。对，但是这个评估师他实际上把这些因素全部是考虑进去的，而且这个是一个他讲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而普通的一个所有的这种没有任何过去的这种经营历史的一个 startup company， 就是初创公司都会这么去做，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募资方式，也是非常正常的，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去进行募资，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在当时的那个短短的那几个月，就4到6月份，那他只能坐镇在这段时间，后面的我们估值增长那个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那个信息，我们而且也只邀请他做这一段，这一段当时得出了的结论就是 GTV 的估值是20亿，对，美金，这也是他专业的体现，因为在做任何的评估的时候，一个公司的估值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的变化会有变化，也可能走高，也可能走低，这也不说，所以他一定是在那个时间范围内来做他的估值，对，而检方。到了什么地步说啊你有没有估过拿出来好几段视频啊，说七哥有，后来又说这个估值是10个 billion， 然后40个 billion， 说你是不是你有做过这个评估吗，这个他非常专业，他说我做的评估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备忘录的时候的这个评估，我从来没有做过这 fashion 啊还有洗联储的，对，而且他做这个评估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那个 PBM 那份文件而已，对，他还要根据这个 transaction， 就是这个交易记录有5000个人，然后这个市场对这个的需求，你的这个你拿出来，当时第一步是拿出来10%嘛 ，Saraka 拿出来10%，是吧？10%，对，10%，10%，没错，200个 million， 对，10%来卖这个股份，当然后来又拿出来，那是后话，那是后话，那不在这个部分里，在这部分里，然后他再根据就这里面的，五千个投资者对这个10%的股份的这种认购啊，来进行。实际交易的前提的这种评估得出的这个结论，综合的一个结论，他按他的说法就是 three test prong，就是他有三个测试点，试第一个点就是他你销售的这个 volume of 你的 share， 你卖了大，你不能说我只卖了一个 share 就100万，第一个是我们的 share 卖的很多，我们卖了200个 million 对，两亿股，第二个就是你的 total 的卖出去的这个 total 的 value 是多少，你不能说我卖了200个 million 的 share， 但是只卖了一分钱，对吧，他说的是只值200万，对，只是如果只是200万的话，这也不足以说明这个公司的估值，所以但是我们实际上的交易额是2亿，对，就两百个 million，那两亿美金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额度，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是通过了第二个测试，对，就是第一个测试是它的
share 的 volume 数量第二个是它的价值总量就是 one dollar ratio 第三个就是你的有很多的 people demanding 刚才说的 demanding 很多人看好这个，当然这个检方当时要打我们，没事，这个待会儿讲，那我们一会儿讲，就不能说你是有五千个人而不是说五个人，如果你五个人把它炒起来的话，那你就是假的嘛，操作的对吧，你炒起来完了之后你卖给那散户对不 对, 对，那就是中共国 A 股里面经常用的这种叫庄家坐庄或者是游资或者是这个叫什么什么对吧，这是玩假的，那都不要，但咱不是，咱是大面积的市场，全球的这个投资者来进行投资，没错，超过五千个对吧，这种个人，那当然就能说明问题，所以他三项测试他全部通过，所以才能用这种方式来去进行评估，就是他是一个说白了人家搞评估的，搞评估的它是一个学问，而且是一种经验，它不是一种精确的数学，它不是数学，它永远是建立一个模型，那模型来去进行评估，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用的，而且这个是在他过去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里头是验证过的，他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方法，他也不是第一次评估公司，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所以为什么叫他是 expert 的专家，就是专家证人，他不是空穴来风，我今天创造了个新的方式来做你评估，所以这点来说他是完全是可靠的，而且他刚说的这三点都是他的工作经验和验证过以后使用的东西，非常能说明问题，对，也就是说当时我们买完股票，我们的公司当时做完私募，我们的公司就值$20亿，对，还别说后面我们运营对吧，包括七个自带流量，对，包括战友对吧，这上面那么多人使用活跃度 对, 对吧，完了七个在资本市场在金融市场他的这种信用度，他拉投资的这种能力 对, 对不 对, 对，而且说到的这个 demanding 就是刚才说到的本身只首发了200个 million，但是后来真正还有117个 million 的是从 Soraka 自己拿到了，自己已经持有的350个 million， 这是350个 million， 纯讲 GTV， 纯讲 GTV 后来我们募了是3.5个亿，对，3.5个亿、嗯、那为什么多出来1.5个亿呢，对，就是应验了七个那句话，对，不会漏掉一个战友，就所有愿意进来的人来后来 Soraka 需求大， Soraka 自己又拿出股份来又来买，又来给到给大家，供不应求嘛，供不应求，就是 demanding， 就是供不应求，没错的，对。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从一些这个客观的事实基础上面来讲，就首先虽然说政府的专家证人没有出场，但政府确实花钱找别人去做报告了，然后对方的这个200万确实没有出具，怎么样去谈的这个价格，怎么样算的这个200万，那我们的这个专家证人上来，包括像刚刚讲到我怎么算我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油耗的问题，损耗的问题，交通的补贴的问题是非常详细的，价格上面来讲也相当的这个透明可视度非常高，告诉你每个小时多少钱，一共差不多用了多长的这个时间，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当专家证人他带着他几十年的在这个行业工作的这种估值的这个经验到法庭上把这个事情讲完了，对于普通的人去听他可以听得懂，然后他可以把这个听完的东西能带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往往这个专家他可能会有一些就非常这个 fancy 对吧，非常高级的这种就模型啊，然后如果说让普通的民众让这个听众他听不懂的情况之下，对陪审团去理解这个模型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从我们战友回来去讲说你看很清楚三个测试点，然后什么样的时间段，然后怎么样去证明当时有这个估值，就说明他的一整个解释的方式作证的方式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去接受和理解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显而易见这个效果是达到的。然后第三个我想问大家的，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说有非常多的 sidebar，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 objection， 那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的律师 Scott 在给这个专家证人做直接质询的时候其实是不太顺利的，就是他的节奏应该不如他原先预想的那样比较顺利的去这个进行，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律师是怎么调整的，然后以及这个今天 objection 的这个频次也好数量也好大家有没有直观的那种分享，没记数量没记，但是确实时间很长，对，确实非常多，而且时间也是很长，然后 Scott 其实他今天有点 struggle， 我觉得有点 struggle， 因为前所未有的遇到这种刁难嘛，刁难，然后当然他因为他的性格跟这个 Sabrina 跟 Seed 都还不太一样，他的特点就是他很温和，而且他很就是比较慢条斯理，他会每一句话都讲得很清楚，
然后呢感觉就是一个绅士嘛，然后其实作为陪审团来讲的话，看到这种场面就会觉得检方就是在欺负他，我是有这种感觉的。如果是我的火爆脾气，我上去嘛就跟 Sabrina 一样就开干了，我对不对？对，不能这样欺负人呢，对不对？你不让我说话了，那你还让我怎么作证怎么辩护呢？但是他就情绪控制得非常好，完了之后呢在与法官允许的这个规则下，他做到了，实际上他把我们该达到的目的GTV 为 GTV 证明这件事情他确实做到了。对，因为这个对方的检察官是 Ferguson、然后他上来之后他的 叫 Cross、他的 Cross、其实叫怎么讲呢，就比较的不正常吧，我觉得他问那些问题就是很无厘头的，比如说你激发险是这个100亿是你评估的吗？你认可吗？那这个喜马拉雅洗交所这个你评估了吗？你认可这个评估吗？人家说都不是我做的证，他反复跟你讲我的这个范围就是 GTV， 并且是在2020年4月到6月，意思就是说你问我这个问题，你不是有问题吗？对不对？我没评估你 G Fashion， 我也没被邀请说评估你 G Club， 还有什么 这个喜马拉雅 Exchange， 但是 Ferguson 他就不放过，他就要继续还这样搞，你知道吗？完了，他有一点问的就是比较那什么，他说你评估这个，你这个5000个人对吧？你5000个人这种 demand 这种需求。你是基于他们5000个人都自己做了这个研究啊，做了这个自己做出来的结论，对吧？那你有没有把就这5000个人，就是有没有把有些人可能是被欺骗啊，他这个错误的理解，完了做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个事实，你把它考量进去呢？对啊，其实我在下面其实我挺着急的，怎么讲呢？因为他问的问题还是你那个话，就是。印象，事实和真相。对，你就是想叫做是，你这是在辩论，你这是在诡辩，对吧？你没有完整的展示这个事实。但事实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我刚刚讲了，评估它是一门科学，但是它不是数学。数学讲究1+1=2， 对吧？你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弧形，火箭飞脱离地球的那个第一宇宙速度，你是固定的一个数值，你不能有偏差。但是评估用不同的方法评估同样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的。它只是要跟你讲清楚我的评估的依据和我遵循的科学的这个理论是什么，我的模型是怎样设计的，它是跟这个有关，所以它是一定有容错率，它是一个概率统计的科学，它不是数学。但是 Ferguson 他就逮住你，你说这个好，那你5000个人你有没有那个？对，当然要考虑进去了。对，不是说你5000个人都100%都是做出正确的结论，思路或者说这个过程演算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的人可能就是算错了，得出来这么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很可能最终被验证，对，就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 GTP 投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对，但是 Ferguson 就逮住这个啊。其实他还是想给陪审团一个印象嘛，就是说白了就是印象。对，但是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们的专家证人回答的非常好，就是说 This is not how 就是 marketing works， 就是他就说我这对，因为所有的人在做任何一个投资的时候都是分散的 individual 自己去达到一个 conclusion， 然后他达到这个 conclusion， 他基于他所有的分析，基于他所有的事实，对吧？其实你说这个我觉得其实专家证人到后来他其实有点生气了，因为为什么呢？ Ferguson 我刚刚说为什么他不正常，为什么他一上来，对，你刚才读了这些文件是吗？对，你是不是专家？你是读文件的专家吗？对，这个人啊，年纪比我小、但是非常不尊重人、啊、对我这实话实说，客观讲，大家回去看那个 transcript、啊、检控官，我作为一个他的比他年纪大的人，对，我算是长辈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不尊重人，你起码对证人你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你还不是要弹劾这个证人了，对不对？对，还不像 Sabrina 要去弹劾那个 Khalid， 你自己贪钱，对，买了7处房产，对吧？对，写了7张空头支票，对吧？然后你搞了几个亿，你不想把它还回来，对，
我弹劾你，这叫 impeachment witness， 对，这是法律的专用术语，我可以做，没错，没错，但是我一个专家证人，我是客观中立的，对，我是被人请过来，对不对？你一上来，对，你不好好问问题，你说你刚刚读了文件，你是读文件的专家吗？我靠！对， 对， 对，我要是在证人台，我要这样，那我就。但是，对我觉得这个。卷掉袖子是吧？我不开心了。但是我觉得那个证人他是也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非常专业，他是应该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嗯，然后正面回答检方的问题，嗯，但是他绝对不吃你的陷阱，嗯，他就告诉你，我就是做的 GTV 的2020年的，你不要跟我讲2021啊，这个后面话是我说的啊，嗯，我的意思就是我说。你不要讲2021、2022、2023，那都是后话。嗯，我作为专家证人，啊，这专家证人自己说，我是只做了4到6月份，2020年 ，OK， 结束，就这么简单。而且刚才他说的那个，你是不是读文件的专家？我们的专家证人回答的非常到位，就说我是每天都要读这些文件，没错，这是我评估工作的一部分。嗯，我要读大量的文件。对，他的意思是。所以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比当然是专家了。嗯，对吧？我不是读小说，我是读这些专业文件，我必须要读了才能做出评估。这个不需要，这个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他的回答。所以他那个问题的确是非常自己打脸，打脸说白了打脸对。对，而且你显示出来，你就没有叫什么，叫什么？没有专业知识。那个，不是不是，就是没有素养，还是叫什么素质或者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没有专业操守。对对对，就对对对，就不是一个那个，不是一个很 decent 的人。对，不 decent， 对，这个词好。那我想问问这个文革七雄大哥，因为像刚刚这种描述，其实法庭上的这种交锋还是蛮激烈的，然后这种情绪也是蛮重的，就是从这个问题当中影射的这种情绪啊，指向性是挺重的。您当时喝完咖啡回来，您这个有没有听到就是这一段，就是因为这种情绪上面的交锋，其实这个对郭先生也好，可能对陪审团也好，因为我们这个战友坐在下面，他都有这个感觉，你怎么能这样问问题？那您当时是什么一个状态？就这一段关于 GTV 评估这段，我是没有赶上。哦，没有，嗯，我，但是我后一段赶上了。嗯，后一段就是关于这个提交所，提交所的，提交所还有这个也咨询的，对对对对 ，crypto， 嗯，对，数字货币，嗯，就这段我也有这种感受，它是也非常激烈嘛。嗯，后面你可能会讲到，对对对，非常非常激烈。里边我就记了几个有个关键词，嗯，叫做这个，叫什么long term。对对对，这个对我印象很深，长期的，嗯，对对对，没错，就是他就是整个就是给我们的律师的给整个就是对 set up 就是给 objection 对对对对 objection， 对对对对，就不要他讲，没错，就是 long term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嗯，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我们长期的，你这个洗交所的所有的这个计划有没有黄金倍20%的那个黄金倍数那个 backup 啊，还有这个。新美元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它是一个白皮书，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洗交所这个资金被这个冻结，这个时间是发生在应该是2022年。那我们洗币上市呢，是在2021年11月份。对的。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大概一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对，当然我们的洗币和洗交所它这个计划是几年，至少3到5年以上吧， 对， 对吧，嗯，对，就是所谓 long term 的话，你至少要5年3年以上，你才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它是不是真实的，你这个黄金有没有去买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嗯，就是你才能做这个，它但是就是 objection， 就是你就不能谈 long term。 对的对的，你不能谈长期，我们就是任何投资项目都有个长期的 long term， 是长期的计划呀，对，是吧？这个对我印象是很深。嗯，当时我确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应该这样去 objection。嗯，这我当时我已经在楼下了，我已经在这个15D了，所以说我已经，因为上面已经没有位置了，对对对，所以说，我当时确实觉得内心是挺气愤，但是还是克制一下。对对对，战友都非常克制。对，嗯，这个 GTV 我还没说完，我再补充一下，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刚才说到 Ferguson 的这种提问或者他的方式，实际上。我刚才能说出对评估这件事情的理解，基于我是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教育背景，但是你要知道，在陪审团里面，大多数人我看了有好多，其实都是理工背景。理工背景看到这样的检察官这样去为难或者是刁难这个证人，这种问问题的方式，这种不尊重人的，在陪审团的心中一定会形成一个印象。因为我能理解什么叫评估，他们一样能理解，而你法律
法学院应该是文科，他可能不具备这种基础知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的这种表现或者说表现吧，就是对，就是我觉得不会白做，一定会在陪审团的心中留下一点东西。OK， 我讲完了这块。我觉得我们的证人第一个就是他专业素养非常高，这个是个老先生啊，他的回答问题也非常到位，就刚才说在那种情况下他的回答也是非常有效直接的回复了对方。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他说的，就是检方之所以在问这些无厘头的问题，根本跟这个证人所做的事情和今天来要来作证的内容完全不相关的，在这里浪费时间，就是说明他没有办法去攻击他的实质性的内容和实质性的评估的结果，那他只能去绕别的东西。你看啊，今天他说了是十个 billion，你是不是做评估，他就是拿这个东西来给你混淆这些东西，让大家有点混淆。但是呢其实呢他前头做的这个两个 billion 的评估是有效可信的，这就够了，而他们检方就只能就在这混搅浑水了，这我的看法。对，那我们正好顺着这个齐雄大哥刚刚讲到这个西交所的这个专家证人上来，那今天这个首先今天这个西交所的专家证人他有没有结束他的整个直接和交叉质询？结束了，结束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他的整个这个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希望通过郭先生是希望通过用这样的一个专家证人去表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因为像这个 GTB 的估值我们也很明确了，所在这个私募期间对于 GTB 估值这个估值的这个价格以及估值的方法的这个说明，那这个专家证人上来他是为了去表述这个洗交所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观点？数字货币，对，其实就是洗交所的这种运营方式，然后还有 HCN 和 HDO 洗交所运营方式，它是一个 centralized， 就是中心化的交易所，那中心化的交易所不同于其他的交易所，它是一个很多东西可以不在公链上展示的，然后在一个就是内循环的封闭式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啊。然后还有解释了那个积分系统，就是 HDO credits 和 HCN credits 这个积分的系统，它是一个内部记账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它是模拟了 blockchain 在公链上的，只不过把它搬到洗交所内部。然后还有 HCN 是这个加密数字货币，是确定这就是它符合定义，因为它在 blockchain 上有看到，那 HDO 也是一样，就是加密数字货币，但因为之前他们说我们不是加密数字货币，这几件事情都讲明白。对对对，那今天这个第二个证人也是因为刚刚文革大哥说到这个 long term， 说到关于长期这个有一个很激烈的这个交锋，其他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像 GTB 估值一样吗？就是这个政府一直在，他是一上来就是我说嘛，是两点钟这个证人一上来，为什么我记得两点钟一上来呢？因为他两点钟到两点半，两点半我们就休息了嘛，所以这个 side bar 他一上来检方反对就 side bar 了， side bar 从两点到两点半我们就出去休息了，等于是两点到两点半他们一直在 side bar， 到两点四十五的时候他们才出来，说明这个 side bar 结束了，就这个 side bar 就四十五分钟。哇，所以大家回去看这个文字记录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看到。 对，那我先说一下，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证人他的 background 他是 Georgetown 的这个 degree， 而且他是有 law degree， OK， 而且呢他有十年的工作经验是在这个 CFTC，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政府部门，而且他是专门的就是做这个虚拟数字货币的这个就是管理吧，虽然没有出台过就是美国还没有相关法律，但是他是的确是在这个前沿的，而且呢他还在美国的美联储还工作了一段时间，美联储，对，所以的话呢他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他还第一个他 approve 了第一个 Bitcoin 的期货，对，是他 Future 对对对 Bitcoin，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头是非常非常有权威的。那他对我们其实我们要证明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就是我们的 HDO 我们的 HCN 绝对的加密数字货币，绝对的加密数字货币。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在这里头我们最后可能我觉得其实已经讲到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态，喜马拉雅的这个，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对方有打我们说啊，你看啊，你说了这个很多人使用数字货币是不想用银行，但是你们 wire transfer 要进去才能换成这个 HDO 才能去买 HCN，你不是还是用了银行吗？但我觉得对方其实就是在偷换概念，很简单，我的第一次入金的时候我是用了，后面我再也不，后面我就不想用了。对，后面我的目的就是不要以后再用银行了，我在我的生态系统里头我可以有 vendor， 我可以有厂家，我们的
泰山大哥组织的那么多的厂家，我可以买，还有台湾农场，台湾农场，对不对？对，特别。那整个这一套的系统设计就会确定了我们整个洗币，我们 HDO 的整个生态圈。而且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个专家的人已经告诉你了，我们这个就是真正的数字货币 ，no doubt about it。所以就是这是重点，今天。没错，没错。然后其实还有几个重点，就是他想攻我们的地方。对，我觉得可以简单说一下，时间关系。就是第一个，他说就是我们的白皮书里面说到，有一个定论，就是说，在那一版本里面啊，在那个版本，在那个时间下的白皮书，在那个阶段的白皮书里面说到，就我们的这个 HDO 啊 ，HCN 啊，这个我们是 credit， 不一定就是能不能跟洗交所去要求兑换成现金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洗交所自身的决定。检方就拿这个说事，那就是说你不能被兑换呗，有这种可能性呗。完了还有一个啥，反正这个完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白皮书里面写到，我们的洗交所会做 audit 做审计，并且会把审计公开。对，然后他就想说，哎，你这个审计结果，这个先说兑换，你兑换，你这个从这个有兑换吗？没有兑换，说从2023年什么2023年是吧？对对对。有没有兑换？今年有没有兑换？去年有没有兑换？没有去兑换，就是那个出金啊。但是我们 Scott 当然一上来就说，你这个是被当时被政府给查封了。对。那么就问这个检察官，在被查封之前有没有任何一次拒绝兑换的？对，没有。所有的兑换的要求都被洗交所 approve， 就是达成。对，在这个这个被冻结之前，有没有要做审计报告的？没有。我们要做审计报告的时间，实际上在冻结之后。我们冻结了之后，还怎么去做审计？对，怎么去做报告？没错，对吧？对的。完了，再还有一个，它真正的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有没有黄金？20%的黄金。还有确定20%的黄金是 HCN， 而且是2021年11月1号上市的时候的那个初始价的价值的20%，实际上多少亿啊？十亿个，对，一毛钱就是1亿美元嘛，20%2000万美元嘛，2000万美元，对，我们战友凑一凑都能搞出来买黄金了吗？就20%，这就是20%，不是说未来价值的20%，是发行价的20%。那么第二轮的发行价，那是第二年，那是另外一个价格，那到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100亿，那就要20亿，对吧？对。那还是讨论这个黄金。那么他问这个专家，你有没有看到黄金啊？没有。检方问啊。Scott 一上来问你，你有没有被要求去 review 黄金啊？对对对，没有，这不是我的 scope。对的。那么，其实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伏笔，我个人啊，异想天开，一定在某一个时刻会有东西拿出来，我们的黄金放在哪里？这个到时候看啊，这到时候看，这个不说不代表个人，不代表本台观点，不代表任何人，这是我的个人的理解。对，这个会有机会说明的。对，但是他们一直在攻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有东西拿出来，对吧？只不过我们现在你还没到时候嘛，因为你那边没证据，我这边有证据，我等我上证的时候我才上证据嘛，我得 evidentiary 的这个 period， 对，证据阶段。而且这个里头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刚才他提到这个 run 这个概念，他说七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出现就是这种币价掉下来，如果掉下来我一个人来负责这件事情。他就问专家说，你见过哪个币可以保证没有 run 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专家就说，这就是一个信心 confidence， 因为这是一个 psychological 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对对对。那如果是大家看到了 reserve 里头还有这么多钱，而且他的钱比他的 circulation 的 HDO 还要多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去 run。这也是对吧？比这个稳定币的要被挂钩到这个固定有价值资产 peg 到资产。他这边是用 H 就是美金来挂钩，这也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给你信心。没错啊，这就为什么洗币要有这个 backup。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的这点就是，我今天最后的一个总结，就只要我们有信心，而且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因为所有的东西，他也提到了，在乌克兰战争里头就已经使用了大量的数字货币，对对，才能够面对当时银行出现的问题。对，那我们新中国联邦是什么？我们有固定的人群，我们已经有使用场景，我们已经有 HPay， 对吧？没有任何的可能会出现 run 的这种情况。对，
今天有一个战友其实说的特别好，他说所有的这些投资也好，灭共也好，这个洗交所洗币 GTV 也好，导演就是七哥，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设计的，都是他设计好的。他说那些话他能没有准备吗？他一直都知道共产党会玩什么招，对，共产党能玩什么招，没错，美国被渗透成什么样，对，这儿他是最清楚的。对，他说的话他能没有准备吗？对的，我 I don't think so。 而且今天给大家最后补充一点，今天一开场那个法官问七哥会不会自己出来作证，好，这个留了一个悬念，但是后来回头七哥会做解答，会做决定，会做决定，决定现在还不是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对，对，他还没有做决定。对，然后最后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检方刚才讲了拖时间，拖时间，大家也不是今天一天了，对吧？对，所以产生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检方最后站起来，就是结束的时候，说：“哎，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明天的这个辩方的证人是谁啊？”啊，然后 Sabrina 说：“我们已经有两个人准备在那儿了。”但是呢今天在那儿等了一天，然后呢明天他们可能明天晚上就要离开美国，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我三十分钟之内得告诉你证人是谁，没办法，我们原来给你的证人名单已经被这个拖的时间都已经变化了，对对对，不是我们不配合，对吧？这就是你的副作用，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那我们最后请这个文革七雄大哥跟大家也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听一天，今天是到下午五点钟嘛，对，也是挺辛苦的，其实强度还是挺大的，对战友们来说，很早去排队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下午快傍晚的这个时候，您这一天感受下来，因为郭先生其实已经在法庭上六周了嘛，六周要将近七周的这个时间，您这一整天的这个感受，然后包括看到这么多的战友，因为您是先去的法庭，然后再来的这个直播间，再来的这个办公室，看到这么多战友的一个感受。好，先说两点啊。嗯。第一点就是，到法庭，我们包括你大家在这做直播，其实这个在房间确实灯一开，温度很高了，非常辛苦，非常辛苦。是战友们、小飞象，还有我们所有的尼克、青藤，这真的很辛苦。你就是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非常热，而且在庭审上的话，我相信你早上要很早去，到那儿六点七点让排队，一天下来到下午的五点才离开。嗯，我相信首先一个身体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要求都很高，还有一个你就是能够坐下来，不用说你要还要英文的做笔录啊，要听啊，要抓住重点啊，还回头回来给大家做直播讲解啊，这些要求就更好了。我相信我可能是不具备这个能力，我只是来。偶尔来看一下，来就是学习一下，然后见见战友，这是还是还可以。你叫我说这个，我确实不能胜任，就是实话实说，你们太了不起了。没事，您来过来探班，我们就倍感这个鼓励。让我来说一句，我跟那个文革年龄可能差不了太多，但是我比你小。不要暴露我的年龄啊！但是我刚才文革真的是谦虚了，因为文革在西班牙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效果这个力量传播出去，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没错。刚才我们说可能别人都不相信，文革自己说了我们这里有多热，小飞象有多么不容易，所以有人还在底下还评价我们说了什么不该说什么，说什么我求求你们了，如果是好战友，这里没有真假战友之分了，那个已经说都是战友，好战友的话应该知道自己去做什么，而不是去指点别人，自己应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多理解多包容吧。对，那我就讲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见到战友当然很兴奋了，尤其全是拥抱啊，来到总部来到这里，对，导哥整个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办公环境，我一看这是一线这个海景啊，还是湖景啊，还是海景一线海景啊，这个确实非常棒，非常棒，而且大家精神饱满，见到所有的战友就非常开心，感觉回到家一样，就是包括七侠把我送到这儿带过来，各方面非常开心。我们见到你也很开心，从西班远道而来，从西班牙过来，我今天早上看你我特别开心。对谢谢。
非常开心，大家都开心哈。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也希望文革大哥在美国的这个期间可以多过来跟我们一起直播，然后和战友们分享在美国的这段经历。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看到这个未来的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应该都会属于郭先生他的辩护的时间，包括郭先生的证人，然后也会有非常精彩的像 Nick 提到的对吧，关于共产党这个胁迫这个证人去报假案的这个问题，这个是灭共的这个大头，黑根巴森灭共的这个大头。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今天要好好休息，然后要调整这个状态，然后同时我们也关注这个这两天法庭不断在更新的这些文件。没错，对。那这个案子已经快这个接近尾声的这个时候，所以希望大家这个保重身体，然后还是一样的沉着冷静，然后我们要应对这个收官之战，我们可以说这是收官之战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次这个谢谢时间点男团，还有我们远道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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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战友们，明天见了战友们，明天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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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